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Robin。So， 其實咧，我哋依度咧係上嗰個 Tony 老師嘅高級課啦 ，So then Ready Investing 啦。Actually， 之前啦，我未上課之前，我就係亂亂買股票，一買嘅時候就買嗰個股票就一跌跌到位 ，hold 一年或者兩年。而家喺我從開始學上老師個課到而家。大概半年時間，但係呢半年時間咧，老師俾我嘅 method 去點樣去投資嗰啲股票，我用佢嘅方法咧都好 OK， 將我之前嗰啲賠已經係蝕開嘅，依家已經賺翻咗，經價又賺。然後咧，我亦都有試過用其他嗰啲方法嚟投資，但係個問題咧都係蝕，所以咧我嘅類型比較適合喺呢老師嘅呢個 ready investing 啦。而家咧就係仲係學習緊咯，響咁多老師咁多個方法裏邊啦，我比較中意嗰個 bonus issue 呢個方法，因為呢個 bonus issue 咧，大多數只要你放一兩個月時間喺，肯定會可以俾你賺到最少20-30%。Actually， 比喺20-30%兩三個月裏邊嚟講，你如果你放響 bank 嚟講係絕對好夠，因為 bank 你最多3%至4%。但我用呢個方法嚟賺啦，我2-3個月已經係20%。如果我有2-3個股票，我一年最少係30%。我基本上我亦都唔需要點樣冒險，因為有好多出面嘅股票就係教你係比較冒險嘅，我就比較驚嗰種冒險。哎，我如果一上落啊，我會心臟啊負荷唔到啊，所以我覺得。用Tony老師的方法比較適合我，兼得以分我賣嗰個輪都好係，都唔會驚佢跌，因為老師的方法就係揾比較穩健個股，一年賣佢輪輪，賣咗輪輪之後就算個輪輪跌都好，但我相信佢個股係一個價值喺度，佢會一喺個輪輪肯定會，我亦都喺個輪輪裏邊喺每一個星期裏邊最已經賺咗成50%嘅本錢。So。其實我好高興啦，可以認識到當年老師可以教我啲方法去做，去學習呢啲投資，多謝大家啦。